好，那当然呢，刚刚我们特别提到，就是李敏宪到了很多地方去拍戏，说到这个，在美国，对不对？那时候在前阵子的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特别到好莱坞去发展，那时候是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在拍这部戏的过程？뭐기본적으로는같지만세부적으로보면참여러가지다른부분들을많이발견할수있었어요일단은한국에서의경우에는그어떤그촬영시간에대한제한이사실없어요그날분량을가지고가면그분량이끝날때까지그게밤을새고다음날아침까지도때로는촬영을하게되고집합시간도다음날집합시간도그전날몇시에끝나냐에따라서다시정해지고하게되는데굉장히좀합리적인부분들이많았어요그러니까아침6시부터저녁6시까지그이후로1분도넘기지않는그런어떤아주정확한그런어떤시간계산도그런것들이굉장히합리적이고좋은부분이라고하면또한국배우로서느끼는또단점이라고생각하면어떤정감이그러니까한국에서스태프들과배우들과이런사람들끼리의어떤그정감어린어떤느낌들이사실굉장히많거든요또촬영장에놀러오는지인들이뭔가뭐이렇게조그마한거라도먹을거사와서뭐같이담소를나누면서이야기를하고또그런어떤정감어린느낌들은모르겠어요제가그처음경험해서그런지몰라도아니면이영화가너무나블록버스터큰영화라서더굉장히좀이렇게사람들이타이트하게긴장해서일을해서그런지몰라도그런정감은좀덜느껴져서좀그랬죠所以在拍这部星座 Aries 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都没有睡觉엄청고생을많이했었던것같아요그러니까분량이또드라마에서워낙많았기때문에일예를들면일본아키타가첫촬영이었는데20일동안촬영을하면서19일동안제가촬영을했고헝가리부다페스트에서는21일동안촬영을했는데20일동안촬영을했어요제가거의뭐쉬는시간이없이촬영을했었고그촬영하는내용또한대부분이좀하드한액션이많았기때문에육체적으로느끼는그런어떤피로도는정말엄청났었던것같아요제가일본촬영이끝나자마자감독님한테이제농담처럼얘기한게드라마전체가다끝났을때의피로도를지금느끼고있다고제가그렇게얘기한적이있었거든요근데끝날때까지정말이러다죽을수도있지않을까이런생각을했었어요男主角嘛就要承担这样子的辛苦啦但很辛苦戏拍完了嘛杀青了对不对已经完全然后第一次来到成都是吗네그놈놈놈이라는영화를찍을때돈왕이라는데서되게오랫동안촬영을했었던적이있었고청두는이번에처음왔는데여기가사천지방이라고얘기를들어서어제밤늦게도착했는데12시가넘어서그래도막그여기서유명한음식을먹고싶어서시켜서먹었어요딴딴맨딴딴맨딴딴맨还有我要推荐给他的在这里推荐一下추천하는음식메뉴마파도예뭐吃过마파豆腐네吃过喜欢吗네이거는한국에서도굉장히사람들이너무좋아하는음식이에요有像豆腐那种汤做成汤类的在韩国对不对这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这个喜欢吗夫妻肺片对夫妻肺片이거는안먹어봤어요这个没吃过他只你有跟他解释这里面是什么吗这个里面是就是一些牛杂对他会敢吃吗한국사람들도소를아무데도버리질않아요거의소에관련된건다먹죠好吃这真的非常好吃굉장히맛있으니까추천해드리고네还有这个叫韩包子이거는많이먹어본음식이죠한국에서里面就是也是包一些肉也是辣的包子吗
哦，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啦。哦，纯肉馅的包子。고기가들은말이죠。对，好像是小小颗的，对不对？哦，像很多我们拿来当早餐用，里面早上可以点来试试。아침밥으로드시는메뉴라고。对，还不错。한국에서도그렇고이이만두는세계어디를가나아침식사를호텔에서이렇게나올정도로되게유명한것같아요이만두는그래서많이먹어봤어요所以到国外拍戏，他有没有最吃过最害怕的食物或看过？도나에갔을때도나에갔을때낙타발을먹어봤어요 你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吗？那道菜的样子。근데낙타발바닥이라고하니까약간좀이상한느낌이있지만맛은굉장히괜찮았어요그나쁘지않았었던것같아요像什么？吃起来会像猪肉吗？还是그우리나라에도가니탕이라고있거든요그도가니탕에있는그도가니를먹는것같은그런느낌이었기때문에느낌이나맛이이렇게좀낯설지않았어요아제가별로大惊小怪아对不对오히려조금이상했던건그때둔왕에서먹어봤는데이렇게은박지를이렇게닭다리모양으로이렇게싼것을은박지로이렇게다싸가지고맞더라고요그때음식인데열어보니까닭다리인줄알고열어봤는데거의머리들만다잘라가지고이렇게해놓은요리가있어서그거는못먹었어요有没有吓？有没有吓到？굉장히놀라셨나요？有没有叫出来？哇！소리질르셨는지그러진않았는데열고선다시받았어요对，叫是没叫，但是他就盖回去了。因为是不是只穿了一个什么？他就是内衣。好。他为什么这个礼物给他？因为就是给你以后的小朋友了。